Hey guys， 这里是 DM 沈超的，我是败家娘们儿毛豆们。那这一周的折扣呢，有 La Mer、Bobby Brown， 还有人见人爱的 Everlane。Neiman Marcus 现有 La Mer 产品满额送四重好礼活动，只要满350就送价值112的浓缩眼霜和神奇面霜，还有精美的化妆刷旅行套装。输入 DOBON 独家优惠码 LA 木稳即可。毛豆们推荐大家入手这个面霜加面油的组合，总价值447，但现在只要355，相当于8折入手再送300+的好礼，超划算。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16号哦。Dior Moon 独家折扣 ，Bobby Brown 官网满80减30，最新上市的亚光系列超级惊艳，尤其是广告色 Red Carpet 是非常非常正的真红色，涂上身犹如女明星自带追光灯，还有秋季限量单色眼影月光石和丛林丽，随便擦擦都闪瞎人眼。结账输入 DM get 30% off 就可以折扣买新品了，9月9号截止。Everlane 是许多穿搭博主、欧美明星都超爱的性冷淡风品牌，设计虽然简单，但都选用上好的做工和上乘的材料，尤其是秋冬羊绒毛衣更是穿10年也不过时，现在低至6折，买了早秋就可以穿了。为了庆祝 Fenty Beauty 成立1周年，畅销品 Gross Bomb 迎来了全新色号 Diamond Milk， 正如其名，实物真的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。同名系列还有高光盘，也是发射出像雪景一般耀眼的光芒。9月7号登陆丝芙兰，估计又是分分钟断货的节奏啊！阿迪达斯将97年的老爹鞋 Falcon 带回市场，并找来同年出生的 Kylie Jenner 作为新的代言人，黑粉配色，少女味十足，笨重的外观彰显浓浓的90年代怀旧风，和 Kylie 娇俏又酷帅的气质不谋而合。9月6号在官网和 Foot Locker 上线，恐怕要调闹钟抢哦！星空控们请注意。Urban Decay 将要出一个天文眼影盘，围绕着中间洁白的月球有18个亮片色，从粉色、蓝色到绿色应有尽有，再加上金灿灿的迷幻外观，如同银河系一般的绚烂闪耀。9月10号发售。Madewell 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牛仔系列，叫做 Eco Collection， 采用更具可持续性的制造方法，比传统织物减少了65%的化学品和75%的水，还能将生产垃圾变成砖块，用于经济适用房。做得好。这次真的做得好，上官网支持环保。20年啊，等了20年，迪奥再度推出全新女香 Joy， 以花香和柑橘果香来诠释欢愉的体验。广告大片里 Jennifer Lawrence 像个人鱼一样在水里肆意游动，而 Joy 的香味就像这光和水流般包覆全身，看得人心驰神往。50毫升价格人民币950，已经可以买了。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这不两大瑞典时尚品牌 Acme Studios 和 Fenery 就合起手来抢钱包了。这个联名系列以瑞典国旗蓝黄色为主色调，包括了羽绒服、短袖、迷彩裤和著名的 Kaken 书包，把时髦元素完美融入到户外运动中，青春又有活力。9月6号登陆官网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能订阅我们的账号，关注我们的节目，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折扣信息。